常有所思，思事如磐，孰料浮世事，留住难。我很多次想大声问问神明，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么多苦难。真怀念啊，第一次在这儿看风景的时候，我还不是这副模样。人们的牺牲曾令我无比痛苦，可我忽视了他们燃尽一切闪出强光的模样。天动万象，山海化形，黄帝逝去，灿如烈阳。热图，我已不是炎神了，几千年岁月冲刷，哪怕是岩石也会偶感疲惫。只要您能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，我们心中就会重燃希望。我是许以沉迷一梦的雷电影。我知道如果是你的话，一定能走到这一步。我一直觉得很愧疚，突然就将道期托付给了你。所有人死守曾有我200里战线，帝君要是看到坐下第一夜叉变成这样，又该作何感想。转告所有黑石骑士，不论如何守护好坎瑞亚的人民。坎瑞亚没有亡国，毕竟您还站在这里。那几个家伙从前常说，等到天下太平，他们也要去过人间的生活。是啊，太晚了，时间不会为他的执着驻足停留。我是月亮吧，而真正的太阳早就不在了吧。